我看到大家等了一段时间，我今天有点晚开，因为我在测试我的手机。有看到画面了吧？哎，今天没有人在聊天室，就是刚刚没有人接。现在有谁在啊？现在只有猫猫，其他人都不在哎。那阿贤，你要不要重播看看啊？啊？你要不要重播看看？重播。嗯。那。等一下，而且没人在，哎，怎么断线了？今天很不稳，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今天一直测试，测试，哎呦。画面断了，等一下哦。喂，坏了啦！你们等我一下，我重新设定，好像有点出问题，所以我重登了。等一下哦，今天很多工会的人来耶，好开心哦！你们应该不是来怪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打工会任务的吧？我今天都没什么打工会任务，我到现在都还没开耶。我看一下，有人来耶，好开心哦！你们应该不是来怪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打工会任务的吧？我今天都没什么打工会任务，我到现在都还没开耶。我看一下，我是你工会的兔兔 ，Hello， 工会的兔兔，你好，嗨。下次我要做一个表单给大家填一下，你们账号我才记得谁是谁。玉米浓汤也有合昌的，现在是阿贤上线了，是不是？现在都可以被你发现。对，我看到你接电话了。欧尼晚安。晚安啊，还有谁？就今天没有人，哎，夏薇也不在。大家都不在吧？对，大家都不在，怕大家聊天室人找他们聊天这样子。洛克，对啦，今天那个讨伐很难，对不对？蛮难的啊，真糟糕。但跟以前差不多吧，我看一下哦，任务列表，有比跟以前好一点。哦，比以前好一点。对啊，没有比那次更难的。你们都打很多很多回吗？先建一个任务，建立任务。Hello， 子庆，你两天支持。嘉良，我的听力终于没上线。怎么了？你也两天没上线哦？哎，现在是有分两个，对不对？对啊。那打哪一种比较好？其实来讲都差不多哎。两个差不多。都一样的痛。都一样吗？差不多啦。通常他们都开，是不是开挑战的啊？他们都跟贴极限的吧？哦，极限的是极限比较简单吗？还是怎么样？挑战比较会點、啊、挑战比较会掉哎、欸。嗯，我只有哦，然后啊，可是我只有暗队，可是他们都说用水队比较好。
所以这就打王冠有用啊。那我要用什么？妲己吗？那还是要用什么比较好？其实都差不多吧。差不多。对啊。那这样，我看一下。可是这样子的话啊，还是这样子，我用这个会不会比较好打？我掉五只的，好好建议点一战零，工会都极限的，用木锤比较好，不要用暗的。那我这样子用三那个逍遥队，逍遥，逍遥不能配妲己吗？啊，配灵儿或月如吧。哇，好配灵儿月如。对啊，不然的话你这样的组数组不够低啊。应该很多人用这队，不是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用二消。看一下会遇到什么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够难的。我觉得你第一关会晕倒。啊，第一关会怎样？你会觉得晕倒。可是它不是随机的吗？第一关就正常啊。我第一关我就会晕倒，晕倒哦。哦天哪，这会不会太难了、啊？现在看就知道啦。我的天哪，这是昨天，这不是我昨天遇到的那个吗？对啊。哇，真的很烦呢、欸。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关掉。应该不是我的没关吧？我的，对，我的手机没有关。很好，这个哦天哪，第一关就晕倒了，我的妈、啊！呀，流星珠啦，然后随便转啊。流星珠随便转。对啊，流星珠啊，可以消多少消多少。嗯、逍遥队最怕就是第一关就麻烦。为什么还有燃烧、哦？这很烦哎、欸！这太……那我就慢慢消，消三回合就好了。我没有符石可以消了啦，直接空转三回合，流星珠不然会死，完了啦！不用啊，不会死啊，三回合现在还不会死啦。有人懂我。谢谢苏小兵开台币抖内我，谢谢你。完了，现在空转三回合，我现在排顺便排一下，可以顺便洗 CD 啊。对，顺便洗一下 CD。对啊。可以了吧？可以啦。那要回血吗？要啊。这个怎么回啊？我把它切掉了。卡星珠为什么还有？慢打吧。第一关比较麻烦而已啊。再来不要遇到机车的一路连过去了。这有燃烧腐蚀很烦呢、欸。好像才500不到百而已吧，所以你有回到心就还好。哎呦，这根本就没办法走了。昊天将，哎，龙虾，你昨天去哪？昨天，昨天他在等着被宰吧。昨天？对啊，你昨天怎么没上来？我昨天晚上跟我朋友去高雄，骑机车去高雄的事情。对啊，昨天有排没喝？没有，去处理一下事情。我回来半夜快四点了。真的假的？那么晚？啊，真的啊！这个有限时间啊，我要随便打了。我只在5分钟卡在第一回合。
好了，可以开始火水屋了啦。玩真的是不能一直聊天的状况。是啊，只能狂打。为什么感觉很那个、啊？真的吗？正常吧。哎、欸，啊，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画面？有啦，我有那个放实况的画面。如果我们看聊天室就会死。这个、欸，这个也是燃烧哦。就是直排啊，你就开水火屋，再加个木组啊，你秒一秒啊。你 SK 那边有开画面吗？有开有。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照一下吧，有时候藏到很小很小的画面里面。没有，就是一直转圈圈啊。那就重开 SK 吧。欸、对，重开，你重整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哦，好。没给力，哎、欸，好啦，永远都是残血就对了，连这个都要整我。哎，现在是有声音吗？我重新打一下 Sky 好了。开龙科哦，顺便开龙科，不要浪费。哎，剩零。对啊，零秒你有转动，不要浪费。随便了啦，马上都要死了，啊、过两关，现在过两关。不要浪费。伯恩你好，是新朋友吗？好了，死了，请继续努力。这是哎、欸，是我的，是谁的声音没有关啊？红林的剧本。残血，我看他是马上会给吗？应该不是吧？取消。见鬼了！我已经快震动了，他还手机还出声音啊。哦，你说你的、哦？对啊。这个应该不会马上。没有，我已经关震动了啊，现在还是有声音，好奇怪哦。我处理一下。好。任务列表。查后面的。看一下。随便选一个，哎、欸，这个正在进行、欸，哎，进行中，这个，真离奇。个人觉得西夏队比较好打，嗯，不是光要打完，打完，好离奇的手机，他突然开声音了，就对了。对啊，神魔都自己怪怪的。Hello， 宇翔。不过我觉得奇怪，哎，怎么有回声音？好了，开始了。哎，这个是什么？三鼠吧？会不会三鼠强化？啊，三鼠强化？真的耶！哦。简单看一下。水火木强化。木强化。哦、木要强的、哦。嗯。哦，真的是很烦，这我要打到什么时候？等一下，我做一个，他是给我掉掉了，啊，悲剧。木墙，啊！我把水消掉了耶，我跟猪哦，啊，没事。应该有了吧？水火木墙。这攻击也太弱了吧！因为你没有开水火屋啊。哦。那这之前不能开，你要回血啊。
哦，我真的会打到吐血，难怪大家。所以我就喜欢就接别人的比较快。哦，接别人没有这个，我也是接别人的啊。接别人，你一回合以后，看他怎么做好，就水火不误，就一直开点点下去了。我是这样子啊，不然的话你还要好累哦。水火。什么？他说什么？聊天还是进不去？为什么？打这个也太痛苦了。执念好。哎，那是厉害。等一下啊，赶快过吧！啊，谁？直接过去啊！我没有笑死，我快笑死了。嗯，好难哦，浪费了好几分钟了，因为没有消掉，就是浪费啊。水火木，过了，第一个很多地方需要强化珠哦。如果有火果龙科哦，水果龙科，这个什么啊？算啊，这是什么？两秒吐血。这要不要开一开啊？送他了啦，送你啊，送你。哎，是直的牌嘛？嗯，然后心在上下。心在上下。这个声音是谁的？啊，我没有拍好，靠北。没结束了，过了一秒了，我至少过了两关，好烂哦，快笑死了。开枪哥要被送出去的圈，就是到最后那个圈开送给他的观念。啊，顶多比刚刚惨一点，哎，差不多嘛，都是过两回合嘛，都是过两回合，全开。啊？我电话再重打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进不来？重开，校尉好像不在。打个电话。Hello。同学有进来吗？红林只有接手只有打三次，红林的接手什么意思啊？红林接手只有打三次，哦哦，你说我接人家的只打三次，那我自己打多少？我自己打也打两关而已，不是吗？诶，有画面的吗？我有啊。啊，龙虾呢？还在播接当中吧。哦。哎，夏威也在播接当中啊。夏威可能不在。哦，对，有可能。对，两关10%，那我应该只打10%，没关系。你刚刚开的，我接手打30%。哦哦，谢
谢谢你，那你赶快把我的关卡打完，我就可以一直重开关卡，拜托你们。记得把我的那个打完，我就可以。看现在40欸，就是现在已经有40咯。官方 APP 有 bug 啊。怎么了？晋升完画面，声音自己开起来。哦，所以会那个，我来看一下。我不要讲，那后面的比较难。然后，看一下。其实都差不多。我现在，现在没有人在打我的关卡，太可恶了。叫品顺啊。品顺他，他刚说他打30，打人家就好了，赚积分不是吗？打人家不是赚积分吗？龙科不用一直留，五分钟可以用两次。五分钟可以用两次。可以啊。那就是快死了就赶快开开。王冠嘛是水队，要么就是奇葩队。记得水果，水果，我有水果啊，我好像没，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耶，我 是没有无法进入其他。水果龙科是什么啊？水果龙科切水果啊！我有这个龙科吗？编辑队、看一下。可是我没有用过那个龙科耶，编辑龙科。有吗？你的画面不见了耶。你的画面也不见了。你的画面断啊。为什么这么转圈圈中？转圈圈中、看到了，有。应该是没。你有一颗一星的。一星的水果龙科哦。对啊，对头下。水果之前基本的被抢了，王光武的对奇葩木妹三吕布，你也太强了吧！靠，三吕布在那边就是大暗游大圣，六角的这个，可是我不会。水果龙科怎么玩啊？就看他的线怎么画。哦，你说他有教学是不是？我就看他怎么画。水果龙科比较好过吗？是没有比较好过啦，是一个人习惯为主。哦，好吧，反正就玩看看，因为我也没有用过水果那颗龙科。绿色六角带木的哦，有绿色的。等一下，那我重新。有吗？有啊，这个绿色的，他都带绿色的。哦，有欸。绿色的是什么？就是特别用木队的吗？带二星的就切而已，因为切完就会有强化珠。哦，好人大大有两个，都带错了。就照一直他们的方向砍。看到风头要点连点两下，还要多带一个，还要再带一个哦。可是带一个就放在里面嘛，放在队友里面就好了。放在队友，放在葫芦下面好了。金比龙哥，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Hello， 两个要带两个。同形状。二星龙科的话带两个一样。哦。三星龙科的话带三个一样。哦。同形触发它的效果。哦。我都没有，从来没有研究龙科过。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带那个，从来没有变过。对。差不多啊。我们打极限的好了，不要打挑战的，挑战感觉就很难。打一个中间的54%，进行中，可恶。怎么大家进行中啊？天啊，就这个，好，这个15%。那我现在大家都在打就对了。龙虾说可以聊天，但是不能说话。那为什么？最后一天才打，没错。我今天最后一天才打，希望今天可以赶快拿到那张卡。那张卡好不好啊？雷那个，这个是什么啊？啊，要消掉雷电珠对不对？是都要消到对不对？对。哭哭，哭哭。
我的天哪！头领我先挂掉，我先录下来了。好，你先去。只好专心的来打这个雷电珠，也太餐馆一张，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很好。这也太难了吧！卡猪是怎么攻击的？穷奇网友对他的评价不好，因为比较简单。我看一下哦。什么时候才要开水火屋啊？奇怪耶。这个等于寒灵沙的想法可以开火屋了，好，开水屋要不要开啊？啊，怎么办？我没有转到，呼呼，哎呦，真不是。应该过了，可以开巫女了，用来解35盾强化。我领我开榜了20趴，所以水雾给他开下去去死，这是什么？真伤的，要不要开龙科？应该不用吧。Hello， 回来了。回来了。妈的，真的怪怪的。你说我今天。家的真的怪怪的，然后波及不进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蛮奇怪的。耶，我突破第三个，过了水屋开了，直接开墓主。水屋开了，直接开墓主。这个是什么？看一下哦。哦，这个直接开，因为是对神主吧，还是对龙主，加伤害加深。那我全开了。可以啊。送他了啦。应该不会开错。我觉得你开错了耶。啊，真的假的？我会开主角耶。反正先送他一关，龙哥可以早点开。龙哥没办法洗啊，龙哥只有强化猪而已啊。过下一关，过下一关全开。下一关是什么？那我又在啊，全开了。等一下，先开，把它转木好了，因为时间不多了，全部送你。哦，时间不多了，那差不多了。对啊，送你。啊，又残血，要不然我残。
那差点应该可以再过一点了。时间到了，队员可以改一下水，哎，水改一下什么？队员可以改一下是什么？木水屋比较安全哦，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带火屋吗？木水屋，我觉得都没有差。这组龙哥可以养成 1.1 无费工，再增加五万法术。结果直接翘毛，什么意思啊？嗯，我看一下，为什么要等他们结束才会有奖励吗？欸，是的。哦，看来只好认真打。而且要12点以前通关。12点以前打完。对。看一下进度。这个比较难欸，选红的好了。选红的。打完才有，每次都残血也是醉了。那个账号应该不知道我是谁了吧？是谁啊？ 0209。进场前可以看一下怪的技能，这个什么？敌人只会受到强化腐蚀攻击，如果受到非强化攻击哦，所以要做强化猪。啊，他的攻击好强啊！我竟然有回得来耶！算了，送他了，应该带走了吧？我没有补血，我只有500多滴，其实只是打来放好看的。想讨伐中，你们是接力我接着我打的吗？这个什么？粘腐蚀。哦，这个很烦。这个技能要不要开一开啊？嗯。该如何是好呢？完了，我血不够了，他打很痛，怎么办？血不够，他什么属？他是木吗？对啊。啊，水火木，水火屋开一开，全部送他了，比较快啊。龙科也开下去了。欸，开主角。哦，开主角。啊，那个，对啊，开主角。把它开一开，把它点一点，应该可以过了。那伤害不技能没有很机车哦，有哎、欸，看好这个更机车了，真的很机车啊！这个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哭哭啊！我只过了，这个是很烦呢、欸，是这个。就卡住了，这个大概才过，所以我刚刚才过一关而已，一关半，那个好难哦。等一下，我进度，我好像赶快打到卡片哦，真希望可以至少让我留一张。放在仓库里面也好。嗯，进行中，都在进行中，看一下。几
红林祝我明天段考顺利吗？祝你明天段考顺利，要加油，明天要考试哦。Jackie King 吗？ 0418加油哦！先回你的小 P， 小 P， 好，还是要回去当兵了。你的85%，我尽力再打了。好，你赶快打完，希望我掉卡。啊？要把它打通关啊！对啊，把它打通关，希望我可以掉卡。哎，这是什么巫术？这哦，这不是刚刚那个嘛？哦。我把木珠削掉了，真的智障耶。木墙。个人正面挑战比较好打，打到机会20-30，要拼运气，奖励是系统随机抽。杀火猪欸。要不要开龙科？应该开个龙科的。要哪里开龙科啊？我去看看。龙科不用省，我来试看看那个龙科如何。这什么啊？这是撞他的限制，还要撞他的限制哦。这个也太难了吧？对，刚刚的。可是我觉得感应就是这个要顶两下。我的，这什么东西？哎，还好我打过了，要不然的话。要不然我应该被他打死，只是很烦的。那个不花石头回占领，我刚好强化盾。哦，这么刚好。等一下，运气不错啊。其实这对一个猪强化就够了啊。啊？这个对有一个三手猪，有一个猪有强化就够了。可是他输出好弱哦，因为你没有开水火屋啊。好啦，看一看啊，水屋要开吗？不要吧。我没有强化，我只有强。我死了，他满血会打死我哎！风头点两下就可以了，哈哈，龙科 GG 了，枪哥。所以我大概每天打完就不打了。我到底100%了没啊？哎，有送那个灵魂那个大的给我。进行中，85了，好看，可以再打2回合。等一下，我看到平顺的，爆发进行中，是谁在打？30。
真心换现金。有强心珠啊，怎么不开枪哥？我枪哥那个没有吧？因为我没有那个，没有对，我没有，我没有生。他刚要补血，加油！打到大鸟，我那个只有转木而已。看火灵直播有祝福加成，什么祝福加成？每次哦，每次看完人人没有鸟，这个哦又是转。两秒转哦，两秒转吗？就水火屋开开开主角啦，我都懒得跟他玩，你知道吗？可是火屋还没开欸，因为你不开你就死，开了你就死。好啊，那就是水屋也开，对不对？开开开开开，通通送你。我也不能回血啊！啊，恭喜你好弱哦，居居，我的那个战灵就送他了。啊，好弱哦，这个是谁的关卡啦？怪在他的关卡，好好笑。浪费了，有奖励了耶，看一下吧。哦，这个应该只是拿到一张那个封印卡。哎，是在平顺那对不对？啊！哈哈哈哈哈！好好笑哦。啊，领取，被红领打到红瓶身都满记了。有的，一般是带蓝银沙子。哦，我好像没有练那个吧？蓝银沙子强化机。可恶！平顺加我卡片，来看一下。进行中。95的应该最后就是亡光了吧？点进去，它会显示它打到谁啊？应该是，等一下，真心换现金，我已经好多张了，留一张给我好吗？我今天直播多久？大概到10点多吧。哎，为什么又有人在里面呢？好了，这就打完就结束。等一下，20%。带枪哥的确少见，一还二小时，大概2小时左右，或1.5小时。我带月如顶着用，我看一下这个，哦呦，他换成什么？这个也太多状态技了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这样的状况是透过同时使用水火木才会对敌人，谁知道水火木是什么？对呀、啊，我有懂到吗？哎，有哎、欸，真是运气好。没有，谁知道新珠是什么啊？看仔细看了啊，
看一下哦，爆发让他走。看一下木珠，应该是。是什么？木星珠吧。木珠是星珠哦。看起来像是、啊。不是哎、欸。不是哦，不是，啊、不是哦。很糟糕。啊，GG啊！哈哈哈！全开没想，心是暗，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我没占领了，打完了，当无鼠盾怎么办？无鼠盾很痛苦哎、欸，我就是。今天有遇过黑白腐蚀转，今天好像有哦，里面还有黑白腐蚀的。嗯。那个三级的。所以挂掉。很顺利的耗了八个战灵，我觉得我的好浪费哦。我每次打完都会觉得好浪费，因为有时候才打不到一趴，然后我就被打，好浪费。今天的 Skype 很不稳定，所以大家都一直断线。Hello。臭巴德拿11秒。哦，楼下都有了，是不是？哎、欸，为什么？不知道啊。到底是哪一家？为何？你知道吗？我知道他为什么了。因为、啊、我战灵全部都用完了，你现在才上来。哈哈哈哈哈。没有，我一直在重开，他都不行啊。啊，好奇怪哦！就是有人不稳吧？啊，哦，对，应该是，我觉得有可能是 Skype 不稳。对啊。按也不是，我家的网络应该还好啊。因为我在看你的那个实况，不会内格啊，我想说为什么？就是没有画面嘛。对啊。好、哦，那战灵用完了，我接下来要玩圣洁石。就我看到大家留言都说到底什么是圣洁石啊，看了就知道啊，看了就知道啊，对，看了就知道。我现在然后切换一下，一定又是某个人取的名词，他什么等一下我奖励也还没，诶，奖励还没出来齁，等一下再回来看齁，应该出来了吧。诶，对啊，就只有封印卡啊，就封印卡啦。嗯，好可怜哦。好吧，那我们换玩一下圣洁石。这个游戏它还没有正式的，就是还没上，还没上架。对对，等一下哦，抢先看就对了。对，抢先看，就先玩给大家看圣洁石。等一下，每天早上十点公告。然后因为现在有他们的活动，如果你们可以到他们的网址，可以扫这个上面那个 QR code， 可以那个预注册的活动，然后会送东西，会有送东西。它上面有写啊，什么送四星神话角色二选一。先看画风吧。好，先看一下吧。等一下哦。我以为是玩 game， 我还以为是。玩 game， 红林什么时候要开放加好友？哦，我今天有就是去想说要怎么开放加好友，可是因为我那个程式还没下载好，就是要抽奖的那个程式，所以可能下一次吧，你再等等我，等我把那个退取的抽奖程式用好。红林什么时候开放加好友？新的手游吗？对，它这个的话是手游。所以如果你们觉得 OK 的话，可以去他们的那个预注册的活动。是谁的麦有在杂音啊？杂音？我一直叫沙沙声。是我的吗？不知道。这个好玩吗？我先玩一次给大家看哦。如果你们觉得 OK， 可以去预注册一下。玩圣洁石不会得圣洁石。来看一下哦，是布袋戏的吗？应该不是。不是啊，不是啊，这个这边的话可以招募。布袋戏是
设什么时啊？先抽一次给大家好了，我先招募，因为现在有零，现在没有角色。哎，说真的，转到政治传说，打你当卷积也很累，好不好？要吃灵媒编辑队伍。我跟大家讲，我的角色，这个是我的手抽，这只，哎，现在怎么看啊？因为我在研究中，我的伙伴，这只阳气。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的画风是这样子。冒险，我先进去打一下关卡吧，因为我也是就是刚玩没多久，所以我也再看看到底怎么玩。选队友，因为我的角色是火，所以我选一个火队的好了。先进去，所以里面会有四个角色。如果选一个，因为这集的角色是三个嘛，那你再选一个的话就会有四个。这个游戏那天看乔姐玩，一直认为很适合我。我们俩因为这个其实蛮意志的。我先跳过。你们都有玩过那个2048吗？没有。你没有玩过？都没有啊，是圣结石花脑力。怎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的话，哎，这样子看得到我画面吗？嗯，在我滑鼠放在上面，大家看得到吗？不知道看不到。就是这边的话，那个左上角那只是我的队长吧？那可以看到上面有四个的画面，然后跟那个玩2048一样，就是上下去移动。对。那如果有两个是一样的话，它就会累加上去，数字会累加。弱边动脑筋类型。哦，2048。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不是会有两个三叉是亮的吗？嗯哼。然后因为它旁边，我旁边那个右手边那两个角色它是三，所以如果到三的时候，就是这边的数字是零啊。有没有这个？它不是有一个数字吗？角色下面不是会有个数字？如果它是零的时候，它就会发动是三符石的那个攻击。所以你要把那个三符石的那个把它留下来，它就会发动攻击，像这样，噔，它就有攻击。那旁边那两个是1、2、3、4、5，所以我要把它合到5的话，它才会有攻击。所以这个真的很动脑力哦。等一下，感觉就是看不懂。看不懂吗？你跟那个巧巧，你也看不懂，好复杂。没有，因为我看不到你那个 SK 那边的画面，所以我看到的是、那个。哦，因为你看到电脑上面的画面，我没脑的，大家都没有脑。就是现在不是会有大家要看下面这边有两角色下面不是有两个数字吗？一个是符石嘛，那一个是数字嘛。对啊。对啊，那数字到零的时候，它就会发动攻击。嗯。对，然后但是它一定要就是你场面上会有那个数字的符石，它才会攻击输出。所以你一定要合到那个数字。大家都看不懂哦，没有脑。就是这边啊，这边你看哦。这边不是有三吗？这个也是三嘛。然后这边是一啊一，所以他等一下零到零的时候，他场面上有三的话，他才会发动攻击。所以我场面现在有三个三嘛。嗯。所以他到零的时候会攻击，我就不能把它消掉。那现在可以消吗？现在的话，我就动一下啊。然后他现在零了嘛，场面有三个三啊，场面已经有三个三，所以他就会攻击他啦。不会玩，看不懂。所以大家就看我玩，这其实真的要动脑哎、欸。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真的一直合一直合。等一下，你刚刚有人说那个用什么？我记得什么名字？用按钮，然后三吕布加木妹那个，嗯，蛮好打的。真的假的？那个只有我那个打，我有啊，打
打那个网啊。打王的时候才需要用到那个吗？哦，我先帮工会的清一清了。过了哦 ，BOSS。打完了。我现在要当清道夫。没错。是是。这就是当会长的悲哀。3334。我还是看不懂你在玩什么。真的假的？有人看得懂吗？不要当数字，当图案就好了。等一下，框框是什么？框框哦，现在哪就是数字啊，1、2、3、4、5。我大概知道了。你看它的那个框框是四的意思，因为它有那个。对，先跟他讲。你这样都叫他说边形好了啦。几边形？对，几边形。然后大家听得懂，我也大概了解怎么玩了。我那你左边有两只也很难打、啊。哪你说哪两个很难打？这左边有两个要合成打攻击的话也很难啊。对，因为他那个他的数字比较高，所以你就要一直。25。对，他数字在5啦，所以你就一定要合到5，他才会有攻击。哦，懂意思了。等一下，我们再打下一个看一下，因为我在想要怎么讲比较好。我总觉得花一关会打好久。对，要一直去思考啊，反正就是看到英雄一样的数字才能攻击。对，当两个三条是这样，就是空空。这打起来好累哦，比什么还要累。啊，这柏林比我们聪明。底下角色底下数字要怎么到零？它是会直接降到零，像这个6，你每动一步，它就会一直往，就是54321这样子。所以你动一步，它就会往下。那这边，我的 CD 啊。对，有 CD 数的意思。怪也有 CD， 我们也有 CD。对，我要去把边线把它合成它攻击，就刚好那个回合。没错，中央移动的角色图案旁边。然后这边有那个啊，就是右上角这边有没有12345678？这是9，九又是一个 muscle， 有没有看到？如果你合到9的话，它攻击这边就会成2倍，就是总 total 它就会攻击，它就一直加上去。但是你要合到9，就是也是要考验大家。然后它也是会有那个属性相克的问题。柏林大大，我虽然没玩过，但是还是看不懂这个游戏的意义。哈哈哈哈哈！会看不懂。然后这也有新珠。这真的是要动点头脑欸。这是蛮动脑的啊。嗯，真的蛮动脑的。像我们这种没脑的都不能打。拿破关了，所以现在左边有，右边三只下面，所以现在左边两只是5，对，这两个是5，然后旁边是3，右上是3，右对啊，这个也是5，所以三个五一个三，所以我要合到3个5跟1个3。啊，现在往上移的话，第一排会三个合起来吗？往上移吗？对啊，还是只会合一个？合一个啊，合一个有没有？它就变2个，再合上去就变了。有出现了。它一次只动一个就对了。对，一次它只会移动一个，它每回合出来的数字都随对，每一合会出现的数字是随机的。但是他有技能，我看一下他的技能什么时候发动啊？我技能好像还没发动呢。技能应该是角色吧？不是，角色也会有技能，角色自己本身也可以有技能出现。不太直觉，但没有很难。有时候会卡到，就是你的版面全部都是，然后没办法合。
是会玩到肾结石，玩到肾结石跨模，怎么那么难？名字取得真好。没办法，就这样子。哎，有人听得懂吗？如果你们听懂，哦，格子满了就会，我记得好像格子满，全部会炸掉，会从头。对，哎，你们有人看得懂吗？有人看得懂答右，看得懂答右。那玩到后面通关，不是也要套进去？感觉游戏不，感觉不错。两要合是两个就。要合是两点两左右合合吗？如果你要合的话，这个合是上下左右去移动，对，上下左右去移动的。然后它合成是两格，对，下面两格，那要一样的才会合，一样的才会合，就是二二加合起来才会是三嘛，然后三三合起来才会是四。哦，是两个加起来哦。它这两个形状加起来才会上升一阶。是，像这个两个不是二二吗？嗯。然后我往右边滑，它就会变三啊。有三的话，它等一下要发动，有没有这些量子都要发动了，所以它等一下就是会有攻击。有，红林不是有玩《神剑物语》？嗯，没有啊，我没有玩那个《神剑物语》。你说的是大乱斗吗？你说的是剑客大乱斗吗？那个吧。对啊，应该是剑心吧。嗯，可能要亲自玩过一次才会懂。嗯，对，是一样的。来看看我会不会合到9，因为我刚刚这个合到多少啦？这个应该是6了吧？这个是6对不对？这9，其实我觉得9有点难欸。因为你还要两个六啊，对啊，还会到七。红林，你有代言上啊？有点麻烦，就是你要去思考，但是我都是直接直觉性直接去转，就是直接去堆。妈，我可以到你不乖吗？这太可爱了，后面越能打而已啊。对啊，到后面可能就是要他的会比较难。来试看看。我怎么是被树枝缠住的路边地上？那取消。就跟2048很像。等一下，我来看一下下一个神秘的女子。像这个更难啦、啊、这个下面这个有没有17的这个谁你有这个是多少啊 ?1,2,3,4,5,6,6。对啊 ,6 欸我选他好了。确定。合到9是永久加倍吗还是当回合这个是好问题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会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我看一下我会不会合到 9. 我觉得合到9会。前面的关卡很难。因为前面还算简单呐、啊，就是可能我合到9之前他已经被我打死了，这样合到9就不用先决战。我觉得合到9应该是技能吧，还是被攻？不知道，那再看。合到9攻击会比较高。对，会有 muscle 来试看看啊，我来看看我的姿势可不可以合到9给大家看一下。就不要一直有输出就好了、啊。那有爱心的话，它是可以攻击，又可以回复。我觉得我可能还没喝到酒，自己就先搞死了。3334
实我们玩的就是很快，玩应该玩蛮快的吧？当然那么快要补萨萨，你这样补萨萨，台语都出来了。补萨萨，有六了，有六了，哎，是五吗？还是五？好，快快快，等一下，要怎么样才会？六有攻击耶、yeah ，卡住了。六，我好快要自取灭亡了，噔噔噔，快有机会有机会，等一下，六有七了七了，七七。对，我要跟他讲，他还有技能可以点。哎，这个好像还没有哎，看一下这个，哎，这个我们还没设计好。记得有技能可以点。嗯，现在是这个是几啦？八了是不是啊？我是用到八吗？八啦。八了，看一下。看到都是那个的画面，哪个？我只能看电脑的啊。哦，你等看。哇。青蛙刷不到，可以打网址。那个上面这个那个画面上面有网址。这个游戏越高的数字卡片越难，对，所以不见得就是，其实它不见得就是。就是好卡，你还是要看它的那个符石的攻击，因为如果你很难合的话，其实也是有困难的。不同边应该不用用不同颜色区分，这样就不同边应该用不同颜色区分，什么意思啊？看那么久这种，我怕敌人团长还没合到九就全挂。为什么是八？哦，因为它上面那个啊，这边啊，右上角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可以数那个框框框框边框。对，就可以知道它是多少。嗯，是九九，快给我九，就是有点难呢。我记得玩2048它会有一个基本的那个条，就是这样不是七吗？不是，好像是一个框框是四嘛，然后多一条线的话是五吗？是不是？多一条线是五，五，然后再多五六七，哦，所以我是我，所以我那个是多少八吗？我就你常常说。再来看一次，我来看一次，等一下哦。多少笔画？为什么？帮我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画的？那我们来研究一下。我觉得太难，我还是自己去以身试毒啊。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对啦，所以是八咯，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是合到八它就会有 muscle 了，不是九。会错意，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合到八就会有全体攻击嘛，对吗？不知道，我没有注，我还没看。对对对对对对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是七是七八八才八，合到八的话就可以就全部加有攻击。我要合到，我要合到，我来合一次看看。这有点难欸，我的天啊！五，对不对啊？应该先合四，四把合的五。对啊，所以我刚刚应该往下。对对对对对对，哎、啊，我好厉害哦！这样子，对，再往右。上面这个草丛，它会让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是找你们代言，就是找我们推游戏，对，是、我是有合到了七，对不对？对啊。耶、yeah, ，我来试看看，可是他被我打死了。等一下，对，我觉得他应该会先被我打死。嗯，真的打死了，好难懂哦，我太智障了，还是只能说有达到次数的符石留下来就可以攻击。哦，对啊，就是如果你有达到次数的，什么意思啊？相同符石撞在一起会往上合，留下来会变成攻击，没有错，就是如果它留下来的数字跟你角色上面的数字是一样的，就会留下来当成是攻击。还是说只有达到次数的符石留下来，但是就是一定要在他的那个角色数字是零的时候才会发动哦，所以一定要在零的时候场面上有那个数字的符石，就是真的是要动脑筋的、哦。嗯，哥哥为啥不是用数字就好？想说为什么不是数字吗？它是那个罗马字吗？也不是齁，那是什么？独创的符号来。有没有很想试看看？但刚开始我，因为我本来就会玩2048了，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说我好想试看看哦。你知道那时候手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巧巧他就是说他没玩过，我就说天哪，他怎么完全都不懂。我看了一下我已经懂了。还好我很无聊常常玩。为什么我一开始进来就 BOSS 出现啊？我是打到网了是不是啊？哦，他这个有颗石头欸。石头是定点障碍物，固定上面会有。它就是障碍物就对了。它解开。你看，像这样啊，对，会有障碍。定点障碍就对了。我刚看了一下粉丝团。嗯。哦，后面都越来越难玩喽。你说后面哦？对啊，这
障碍越来越多啊。你看它这边下面不是会有两个二吗？如果我往右滑，它就会变三啊。然后这边是一一，所以它下一回合会攻击，那所以我要把场面的三三留下来。要不然场面三三留下来，它这个就会有输，就会有攻击。对，它就攻击要。障碍物卡在那边啊，真的耶，那障碍这里太难了吧，障碍物卡在那里，我的天啊。想要消的话就是刚看他解说是因为你再往下应该就爆他、哎啊、我操低掉啦、啊、他怎么要消掉，他可以消掉啊，就两个相邻的就把它挤掉就可以消掉了。哦，就是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中掉，应该是，这是我刚刚看了一下。障碍物卡在那真的是头很痛耶，这是怎么会这样？障碍物要消除的话，往左看看，往左吗？对啊，往左。嗯，也、欸、对不起，应该就障碍物卡住了。对啊，动脑游戏，真的是动脑。我不想那么伤脑。可以示范一下全部啊，我知道了。你看他这样子，你说是不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只要往左边推，他这个石头会不见。你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应该不会。不会。对。但怎样才会把它种掉啊？它是一个诅咒。诅咒好吧，他没有诅咒。跟你一辈子吧。应该不至于吧？有可能哦，可能要去医院拿掉了。那是肾结石啊！啊，这个就是肾结石啊！等一下，这个等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版面快啊，我们试看看版面全盲会怎样好了。来，看看版面全盲，来认识一下。它爆炸吗？手机会宕机哦，小心。我看一下。哎，满了会怎么样？可是我满了还是可以动啊。本来是可以动。空转。因为你还有相连的啊，那应该要等。好了，这里哎，不行啊，这还是有相连。对啊，还是有相连的都可以走啊。对啊，其实我蛮多相连的耶。是啊，对啊，这规定也是可以动啊。对，我还是可以动。不会啦，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打赢的、啊。我觉得还蛮容易赢的。啊？这个就跟神魔一样。对啊。我把它当二零四八，对，就是把它当二零四八就会懂了。事前登录准备好了。对，如果你们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事前登录的活动，好像会有送东西，送石头，送石头，还有送角色。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里面有一个还不错，就是它手抽的时候可以抽到你满意为止哦。对，满意为止。对，你就一直抽，一直抽。对，它可以让你一直重来，重到你觉得 OK， 你就可以开始。所以我那时候，可是我一抽就抽到还不错的，所以我就没有一直那个，一直重复抽，但是可以抽到你满意。有这么佛心的？对对，这我觉得还不错。一次是移动一格还是移动一排？一次移动一整排哦。对对对，它是算一整。跟18一样啊。它是对往右，它就会全部往右；那你往左，它就所有的浮石会全部往左。
往上就是全部往上，它就是左右左右左右上下推这样。所以他是抄袭那个2048的吗？是吧？这玩法是很像的。等一下，很像，再往下堆，再往下，这样合起来就是有四。小薇今天怎么不在？我不知道哎、欸，我今天想说，对啊，我想说他怎么会不在、欸？可能在忙吧。我想说你昨天怎么也不在？昨天就去临时啊。临时？就是太热血了。啊！昨天回来直接睡死在家里。不要说了，我每天都把睡死。欸，昨天又下雨耶。对啊。对啊。我先去找你吃饭好了，所以我先。我大概可能，可是我刚刚觉得有人说对，这个游戏不知道何时能抓。等他们粉丝就是会有公告。对。我们大家这个游戏好难懂哦，你们自己可以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其实就知道它大概怎么玩法。就跟2048刚开始有人觉得说可能很难玩，但是其实如果你常玩的话就会知道说它的原理跟方法到底是什么。就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哦。我一直想办法要把那个 muscle 合出来，但是我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合比较好。哎、欸，那个网站那个也看不到了。网站看不到什么？网站我看得到哎、欸。为什么你看不？一直跑圈圈啊。我还看得到啊！你今天被圈圈附身了、哦？怎么了？龙虾今天被圈圈附身了。对啊，奇怪了。为什么？而且看不到。黑色、嗯。为什么你都看不到？哎、欸，留言也有人说他看不到。哎、欸，你说是画面看不到？对啊。直播的画面看不到。我现在两边都看不到，耶、欸，好奇怪哦！哎、欸，你们有看得到我留言吗？看到你的留言，你说 ，Vian 没有？你、欸、你有留言吗？你说在里面的留言吗？对啊，没有啊，奇怪了，怪怪的，我没有观台啊，但是这样没有画面会有声音吗？也不会。这样就没有声音了吧？就会看不到，画面很漂亮啊。K22423，谢谢你，看得很清楚。对，龙虾今天有诅咒，我都看不到。对啊，那个 Skype 还上不来，真的是奇怪了。我怕我重开，等一下又宕机。他这个讲话好可爱哦。啊，我申请他好友嘞，我不知道他是谁，看到。那个应该都是工作人员。对，应该是工作人员。之后游戏上的时候会再玩。嗯。也只剩那个工作人员在玩而已吧。看一下，
对，它大概游戏就是这样，玩法大概是这样子，嗯，然后还是就是角色也是要练啊，像它现在上面会有一些等级之类的，然后也是要把它养大，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嗯，那你们可以等游戏出来之后，然后可以去下载亲自体验看看，对，你们可以亲自体验看看，但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啊。嗯，就是其实逻辑就是只是推动它，然后去合成要的数字，它就会发动这样子。嗯，那如果有兴趣，你们再去那个预注册，然后会送东西，对，记得再过去哦。好了，那其实今天就这样子介绍这里。对，把我要讲的东西讲完了。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大家的反应。一就一条线，二就两条线，以此类推。肌肉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二加二等于三，对。应该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吧？嗯。有新的方式不对啊，因为它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玩法，不一样的。对，就是像游戏比较不同的玩法，看了团长之后觉得感觉略懂。你是谁 ？Love 雅是吗 ？Love A L L I E Y A。嗯。好了，那今天讲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大家一片沉默，就还在吸收中，就是。因为我都看不到萤幕，所以。龙跟虾是完全状况外。你应该要先去拜一下哦。哦，阿反阿婶他听得懂。我看得懂啊。嗯，阿婶看得懂。因为他有看到萤幕，我没有看到。你听到这个铃声，他就知道了。嗯。我觉得我结论做得很好啊。你说的什么？我结论啊。那蛮特别的啊，我觉得就是攻击的方式。嗯。这个还不错。好啦，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嗯。差不多了。噔噔。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蛮特别的啊，算比较 Q 版的吧。对，比较可爱的那种，嗯，很日系啊。就等他出吧。嗯，如果出了，如果出了，应该会再跟大家讲。龙虾要收精，上面在教学，下面在研究。还好我以前有看脚脚，哦，对，乔乔已经前几天他已经有玩过了，嗯。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就开到这边咯。对，让大家去好好的吸收吸收一下。对。那谢谢你们来看我的直播，下一次会再公告，记得抽到那个啊，记得要那个追随一下我的推举。因为我记得退群开台会有那个接收通知，会，他会通知，对，会有通知，所以记得要开通知，因为他要记得开，嗯，没错，谢谢有人donate我，这是洛克吗？这是洛克，谢谢你，我昨天才去喝星巴克，对。应该没什么用，我好像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讲，但是我忘记了，我忘记了，真的。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咯，大家拜拜，晚安。大家拜拜。我要先去开通知。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吧。我也觉得好奇怪，我聊天室完全不能聊天。你的是聊天室不能聊天哦？没有，我刚刚是重登的，就是 SK 我重登，然后进来就不行了。为什么会这样？我
是那个聊天室不能聊天。聊天室是 T 台的关系，因为他真的。